一大一小出来，秘书好奇地瞄了一眼小大人似的池宝贝，随即笑着躬身引路。霍经理，请跟我来。麻烦了。司机尴尬地偷看了一眼池宝贝，然后跟了上去。代表刚来公司，还在忙其他的工作，我还没有机会把霍经理过来的事情告诉代表，只能请霍经理多等一下了。没有关系吧？没关系。秘书领着他们在代表办公室外的一处休息处的沙发上坐下，问了他们要喝什么之后，去给他们准备饮料了。吃宝贝眼睛从头到尾都盯着近在咫尺的办公室的门，内心有一点小焦躁。司机趁机跟他提起，小少爷，现在可以把手机还给我了吗？吃宝贝知道他打的是什么主意，无非就是想要给隔壁老王打小报告，烦躁地拒绝了。不行，待会儿我做完事了，我就会给你。可是小少爷，您找莱恩的代表做什么呀？谈判。反正跟你没关系。忽然，他书包里的手机震动了起来。吃宝贝拉开了书包的拉链，拿出手机，低头看了一眼，果然是隔壁老王的电话。多半是打不通司机的电话才打的他的。他想也不想的直接把电话挂掉了，手机屏幕变回了原来的样子。他黑宝石一般的大眼睛深深地看了一眼手机屏保，稚气的小脸坚定了起来。司机本来想偷看是谁打来的电话，结果不小心看到了他的手机屏保。只见最新款的 King 款手机上，耀眼的草莓田和阳光辉映，格外温馨。而草莓田里站着三个人，他一眼就认出来了，一个是爵爷，一个是小少爷，还有一个是许久没有见过的池小姐。小少爷的手机屏保一直是这张照片，怪不得平时小少爷宝贝自己的手机宝贝得不得了，肯定是因为想念池小姐了。司机心头一软，还想看一眼，已经被池宝贝发现了。他嗖的一下把手机放回了书包里，防备地腻了过去。你干什么？没，小少爷，您……他刚想问池宝贝是不是想池小姐了，一个陌生的高大男人在秘书的引领下进了办公室。池宝贝眨巴了一下眼睛，脑子飞快地一转，趁着那个男人进办公室的那一刹那，用手机偷拍了一张照片。太好了，他刚刚还在想怎么和这个女人谈判，没想到一来就让他碰到了不是隔壁老王的男人进了办公室。要是到时候那个女人不识趣的话，他就可以把这一张照片拿给隔壁老王看。池宝贝正在琢磨着怎么利用这张照片的时候，办公室的门又打开了。刚刚进去的那个男人又出来了，在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。男人似乎对身后的人特别照顾，特意地放慢了脚步，一边走一边说，我还说今天如果池小姐有时间的话，带池小姐在灵市逛逛，没想到池小姐有事儿，真是太遗憾了。抱歉，今天真的有急事儿，改天吧。池恩恩敷衍道。他现在心急如焚，厉北爵刚打电话过来跟他说池宝贝不见了，他没有心情跟霍南城浪费时间。霍南城不知道听没有听出他话里面的拒绝，忽然爽朗地问，没关系，改天等池小姐有空了一样的。对了，冒昧地问一下，池小姐有男朋友了吗？池恩恩眉头一蹙，还没有回答，一个稚气的声音已经横插进来，他有儿子了。这个声音，他猛地顺着声音的方向看过去，果不其然看到了传说中不接电话跑不见人的人。池宝贝，他木然的失声，被叫了名字的小男孩绷着一张脸，背脊僵了一下，随即在司机震惊的目光中跟一个小大人一样的走向了霍南城，在他面前站定，抬起头一字一顿，警告你不要打他的主意。这位是霍南城，头一次被这么小的小孩警告了，目光一顿转头看向了池恩恩。
池恩恩目光落在了一年多不见的小家伙身上，大大方方地回答：我儿子。刚刚还哭得要命的小男孩，在听到了我儿子三个字的时候，明显又僵了一下，憋着一股气，但是没有反驳。霍南城一怔，对上了赤宝贝的视线，在看到小男孩狼一样的目光时又是一怔，显然有一点回不过神来。他怎么没有得到消息说哈布斯登家的小姐已经有儿子了？何况他回过头再看池恩恩，脸色有一点僵硬，这位池小姐怎么看也不像是有这么大儿子的女人。这霍先生，抱歉啊，我今天实在是没有空招呼你了。这样，我让秘书先送你出去，改天咱们有空再约。霍南城是想勾搭他，但前提是他是单身的情况下，现在突然冒出了这么大的一个儿子，他有一点接受不了。一贯装模作样的爽朗俊脸僵着维持着最后的绅士风度，扯动嘴角，没有再纠缠，说道：呵呵，没关系，池小姐先忙，我就先走了。送霍先生出去。是，代表。秘书领着霍南城走了，司机这才站起来，惊讶地看着他，结结巴巴地问：池小姐？怪不得小少爷今天早上非要让他跟着那一辆车，还非要瞒着爵爷找到了莱恩来，原来是因为车里面的人是池小姐呀。池小姐回来了，不知道爵爷知不知道。池宝贝还不知道司机误会了，他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气得更炸，因为他压根儿不知道池恩恩回来了，也不知道车上坐着的人就是池恩恩。他来这里是来会会狐狸精的，没想到狐狸精居然是他家女人。他小脑袋瓜转得飞快，越想越生气，越想越觉得委屈。隔壁老王肯定早就知道池恩恩回来了，昨天晚上一个人跟池恩恩待在一起，都不告诉他池恩恩回来的事情。还有池恩恩回来了也不来找他。他绷着酷酷的小脸快要撑不下去了，眼眶蓦然红了，愤愤地瞪了池恩恩一眼，忽然转身就往外跑。亏他一年多来为了他想尽了办法斩断隔壁老王的桃花，结果他一点都没有想到。